给我。再派一个队，好，再靠个管理上，那是几个啦？从铁关集结的警察，我从画面睇到好多警察满面鲜血。年轻人，希望你哋醒啦，支持香港警察，支持香港警察。我哋系要和平，我哋唔要暴力，我哋从来都反对暴力嘅。我希望咧，年轻嘅一代咧，唔好俾人煽动。你涉过个砖头谂下。